今年的中秋节有四天连假，台中一些餐厅也推出了新菜单和活动来吸引顾客上门。像是中区有家餐厅就以东势水梨入菜，要让吃腻烤肉和月饼的民众能换个清爽无负担的口味。另外还有把费餐厅是推出了烧烤海鲜吃到饱，让民众不用自己动手，搞得乌烟瘴气，也能体验到烤肉的乐趣。经典的意法炖菜料理加入了鲜虾、花枝跟蛤蜊，而当然也少不了水梨浸泡一起炖煮，呈现清爽的果香。而趁着水梨盛产，台中的这间餐厅就是以东势的水梨入菜，而让民众中秋佳节除了烤肉跟月饼之外，也能够吃点不一样的来尝鲜。因为鲜虾它本身的口感呢非常脆口，它有很多的水分跟它的那个甜度在里面。那我们搭配了鸡肉，那鸡肉其实是用意式的香料腌过的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它其实非常多的层次，它外形就是一个汉堡的样子。那我们把它当成汉堡之后呢，我们搭配一些蔬菜，把它做成一个沙拉，所以它是一个水梨汉堡沙拉。你晚上来用餐哦，前三名我们特别提供东西梨子形状的一个小礼物。无论意式还是美式，通通都是用水梨来入菜，而不管在视觉还是味觉上，就是希望带给民众耳目一新的感受。而除了新菜单之外，当然还有针对烤肉所推出的新服务。台中的这间buffet餐厅就推出了中秋方案，烧烤跟海鲜吃到饱，让民众免动手也省荷包。现在的我们的一些肉类啊、蔬菜类也比较贵了嘛，那如果说客人自己去准备的话，可能一两千跑不掉。那我们现在每个人呢，只要七七八就可以享受包含我们有我们的龙虾汤，还有我们的盐烤大蛤蜊，好、哦、了，包括一些炭烤蔬果啊、海鲜霸，好、哦，都可以让客人无限的吃到饱这样子。中秋四天连假，双击无限大，业者花心思推新服务、新菜单，让中秋的亲友聚会也能多点创意跟变化。这里这样，台中采访不到。